so supernova. aespa 在韩国参加拼盘演唱会，带来数首夯曲，展现超强实力。超短包臀裙华丽登场，在蹲下时疑似惊觉，被台下歌迷偷拍，瞬间变脸。短短约10秒画面在网上被疯传，粉丝十分心疼 Karina 惨遭偷拍，呼吁 SM 公司优先考虑 Karina 安全，改善演出造型。可能有人拍了不适当的照片或影片，会对她造成风险，请紧急处理。너무너무사랑합니다앞으로도함께노래하면서같이응원해주실거죠그리고저희가또10월21일날컴백을해요21일날컴백한위플래시도많이사랑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